伫我一再强调吼，咱对咱公所有的司机啊，伊个保障，咱市府团队各有单位一定爱去搭重视。吼、哦，我进手来这紧急的一个呼吁，竟然我一车看到，啊，阁有人搭买强制险，市长。啊，阁有迄个单位，但买强制险，无买第三责任险。你看安尼，会感觉对一个司机来讲，对一个咧打咱的市府即个主管服务的人，安尼，敢有通做一个保障？哦，但买强制险俩，如果出代志，敢有钱通叫司机去赔人？也是咱市府有拨一条经费，要协助司机来人做赔偿，我看无吧？哦，市长你阿姐，我进家啦吼，手内的资料，我希望秘书处，吼、哦，一定爱用力来要求各单位，一定爱做好这保险。第二。警察局竟然一706台车辆买到强第三责任险，我作一句，咱警察局一再替台南市政府开红单吊车，赚遐尼啊侪钱，竟然未当把咱的司机买一个保障。局长是无钱吗？局长，我来请教一下，是无钱吗？是咱无钱，市政府无钱，咱警察局无这条预算，当来代替这司机买一个乘客险，买一个驾驶员的伤害保险，敢是无钱？公务机关照公务机关规定来处理了。公务机关，啊，唔过别个公务机关是拢买甲乘客险。所有的单位，副嘿，局长，这个你要退休，好，你要退休。那该做的，我退休前我买个车，出了好。你退休前啦，哈，嗯，这上个重要，我要独献的。你警察局，你做甲老官，风险甲老烂，你要讨一个监视器，人也唔敬畏乎你。没啦，有啊有啊。好，有啦。你红单开遐济，一年开6亿。替台南市政府赚6亿，竟然恁一个福利拢没有，拢没有。主要人画红线，恁警察就开紧紧，恁的工作，恁就是安尼做。替台南市政府赚遐尔啊侪钱，啊，竟然这条保险，吼，咱无买，咱对得起咱下底遐工人吗？开红灯是为了大家市民的安全啦，吼。啊，你看咱的司机都免吗？因应该爱付出的吗？咁是啊，知啦。是无人提起这个问题啦，因为拢照公务单位来咧。无啦，你看已经。你昨天提供这老准诶，我合约遐济届啊。我等我来看我内底这个哈。哦，应该要人报啦，爱规日改改啦。伫你退休前啊，好作为诶，咱诶环境，大家感觉有安全感。一般保险一定有啦。好对无？好啊好啊好。好啊，无另讲，我都讲一届。如果你唔来买保险，可以。你爱主管，你爱同事。要坐迄台车，爱写设计书给人嘛？有公道无？设计书给司机嘛？发生代志，因家属袂找你讨嘛？这正常啊。结果唔是发生了，家属都拢出来讨啊。司机负担袂起吗？袂起啦。侯局长，好啊，伫你一个月，从这一两个月，好啊，拜托，好，加一点保护钱，好，找钱啦，保护钱，无你当市长讲。阮红单分，互阮分两成，分一成，啊来，大照顾这个员工，互伊用心去开红单，安尼唔较对，安尼好无？好、哦，最后这个来拜托啦，吼、哦。好、哦，即我紧急呼吁，啊无我请那个法制处，小处长，你说明一下，这件你同情做啦，吼、哦。我对开始做议员，吼、哦，保住我做议员，我一直强调这条，竟然较近，还佫老高干呢。是议员，我跟你说明吼，就是讲汽车的这个保险啦吼，
你拄只讲的是最广义啦，吼，就是讲你对第三人强制责任险，吼，啊，一体驾驾驶的保险，啊，过来就是乘客的保险，啊，但是我们的车辆种类很多啦，好，啊，不一而足，好，等于讲有一挂工程车，其实它只有驾驶或者其他助手啦，吼，它未必是乘客，所以保险种类比较多，吼，啊，既然议员已经提了，吼，这个部分呢，我会再帮你这个部分再重新厘清，然后各局处我们确认。然后，如果有其他乘客的，你比如说黑来的本来就是咱的公务车，啊来的有咱的同仁哈、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再跟各局处按照他们的个别的状况，我们再来做厘清。好，以上。你看无买有合理无？以你的经验，无买有合理无？你合法的，你安尼对一个司机安尼有保障无？其实是安尼啦哈、哦，就是保险哈、哦，保险我们还是要避免道德危险啦，吼，等于讲我打行拢改买干嘛？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会计科目上面是不一定妥适啦，吼、嗯。啊，但是如果是真的有乘客的话，基本上是还是买是比较好的。好啦，啊，驾驶的部分吼，我是感觉如果是秘书处的这些常年他们都是以驾驶公务车为他的工作重点的。现在我们最主要是有一些局处哈，因为有一挂公务车辆是我们的工作同仁哈，他们是轮流啊，然后共驾。好，如果阿亮也许尊保险卡卖你，你用你的观念，哈，甲你的迄落，你的专业，是，你答秘书处，答督促一下，哈，无咩。如果出代志，我可以协助，我可以协助。行到骨背也好，行到小骨也好。对咱市政府拢无好感，吼，安尼好吧？是。啊，我来总，我今仔日是我的总咨询的时间吼，啊，直接来请来开始做我的吼，对咱啊台南市政府啊的要求啦吼，啊，甲建议啊来做一个吼，做一个咨询吼，啊，直接啊，这个无位吼。无所谓的挣扎啦，哈啊，结果是阮新娘，哈无停车位啦，哈为着停车位来咧做啊，来咧做拖磨啊，哈哦来咧奋斗。咱新娘尤其咱南营丽都新过去规划了地下室，拢做停车场，哈拢做停车场遐个停车位啊，拢总有290几位啦，哈啊，即卖咱台咱。咱秘书处怎啊形容？这是交通局还是秘书处规定的吼？啊，要伫要求五里啦，5个里，吼，5个里，迄个伊个要去停车，爱买月票，吼，迄5个里的居民会当优惠1500块，剩的一般的一月日交2200。吼、哦，叫安尼叫做回馈啦，吼、哦。我是讲这个公共设施是全部啊，台南市民的，吼、哦，应该嘛唔通去设定一个，吼、哦。啊，恁用高价位的停车费嘛，无一定使用率会较好，吼、哦。伫我的感觉嘛，无一定会较好。依目前啦，吼、哦，近目前差不多使用率有40%，吼、哦，恁有资料，恁有嘛吼？恁有统计嘛吼？差不多40%，290位，才停80%尔。好，以为那是一天的平均呐、啊。好、哦，啊，就平均啊，24小时的平均，平均就80台尔，剩那个存两，剩下剩袂歹，佮存200多位啊。295位。所以你用高价位的停车费，无一定就有效果啊。我来，以我甲你报告啦吼、哦，过去这个295个停车位，过去因为无收费。嘛无管制，所以90%以上拢互人占用。好，你迄个讲法啦吼，做一个政府，做政府用公共设施来互百姓使用，有啥物危害嘛？无，给使用者付费。有啥物危害？你唔讲？该一万报告，这使用者付费，啊，而且这是公益性啦。啊，使用者付费，你用迄5里，又何以5里？安尼有破吗？村内人袂抗议吗？本来是周边的5里啦。哦，就啊，就对啊，回馈于我哩啊！哦，来，我希望讲你会三思一下，哈、哦，
会当鼓励，好，来实施，好，遐停车率会当移过去，安尼将近八九成，吼、哦，看要安那调整，吼、哦，使用者付费合理啦，吼、哦。唔过你嘛爱去三思一下，吼、哦，唔是定咧就死底下个啦，吼、哦，咱爱做一个对真俩停车，吼、哦，使用的人来做一个评估。伊南明、南宁、李都新会停伫遐内底人，多数是拢中正里、甲民权里的人呀。就遐两里的人咧停尔啦，无可能必要哩，伫遐停车去用行等于到，搁坐公车等于到必要啦，无可能啦。往公里就无机会啊啦。所以，伫这个优化的物件，不如单做全面，吼、哦，做全面的使用者的付费的方式来做调整。安尼好吧，这我来讨论啦。哦，来，这个我讲是俩停车位会遐人啊，遐人啊，百姓遐人啊需求。好，当时过去中正里，迄、那个附近拄啊好加载，迄、那个有这个县政府、迄、那个市政府迄、那个停车场。咱市政府的员工下班了，遐、那个居民就会当入去停车。隔天虽然开去上班，安尼互百姓做一个利用，你看安尼，市府交百姓安尼距离无有够近，有够好。结果即摆咱秘书处去呾做一个决定，门拢做自动门控制，下班就门就关起来，无爱互百姓停车。市长，即个真正你有哪爱去注意一下，交百姓距离，交民意脱节上远。对咱绝对无好处，吼、哦！如果啊，逐项拢要经过用收钱，啊，用罚钱，安尼来讲，咱的施政，安尼来得到好名声，嘛无路用。上届实际应该要民意做基础，当时过去的人都会当安尼，互遐的人方便，不如咱看唔去共款安尼，咱也有新的政策，无咱都啊各是摆搭徛咧。希望居民，你多久时间一定爱迁出去，爱车爱离开咱个停车场，予咱马仔来咱个市政府个员工，也是来服务个民众会当停车，予咱要用做一个宣导鼓励方式，毋是大门就甲关起来，予安尼我是感觉做无迄落嘿，来交通局定员伫迄个巷道。在迄个四周围拢画红线，巷仔底也画红线。你看遐居民未为着遮停车位，为着一台车，伫遐咧坐路，伫遐咧艰苦。哦，市长，是毋是讲你拜托你用出你的了你的智慧，哦，来解决遮个问题？迄、那个两点先甲赵议员报告吼、哦，你讲迄个南营绿都新的迄个停车场暗时开放。门卖关起来，即我当。要市政府，市政府的停车场。对，你意思讲暗时有那边将要来停车。就过去安尼就好啊嘛。嘿，我意思是讲，即会当请秘书出来研究。嘿、啊。但是几点了后开始收费嘛？好，民众家己去考虑。暗时，暗时。好啦，咱做一个沟通，咱都反正用一个标准。暗时。万不用来针对遐个人占的，唔走的。因为吼、哦，民众下班回来，伊有那需要停车啦。哦，那阵讲几点？我几点无收费嘛？嗯。啊，几点以前你车爱停驶走？啊，那无驶走，我给你收费。嘿。哦，这第一点嘛。啊，第二点呢，我会请迄个交通局佮含消防局去看卖，是毋是即摆吼巷仔内底画红线是迄个中央要求的？嗯。那毋是讲因为消防安全的考虑去画红线？我想我有哪请检讨？因为市长。画一条红线足简单，哈、哦，造成百姓的纠纷嘛，非常简单。甲调员报告是讲，迄、那个红线是有可能是内政部顶到桃园发生迄个火灾，消防车袂当入去，所以他通令全国六米巷弄都要画红线呐、啊。啊，画红线，画红线，第一，伫我的建，我伫地方安尼走，伤害同大就是警察局。百姓检举，就是警察局出来开单。第一个冲击的，就是交警察局交这基层的环境对立。第二，伊今仔用检举来造成
厝边会无好。你世人讲真诶，你毋知有真渐渐有感觉，台湾过去迄种和蔼，吼、哦，迄种亲切，迄种客气，会大家厝边斗，吼、哦，台湾过去迄种淳朴诶感情，真已经无去啊。尤其中央最开始，中央政府规定也好，地方政府规定也好，检举人、检举达人都有奖金，开始地数较真歹。我有感觉咱这个社会已经无人，拢无人情甲义理啊。其他吼、哦，其他的检举有钱啊，违停汽车违停检举无奖金。啊，唔过伊就会欢喜啊！你停伫我门口口，我就来检举。马仔换趟个车停伫我的。我的边啊，错怪我就来检举，安尼是毋是造成啦？厝边甲厝边也无好啦，吼、哦，人甲人的中间的感情，全拢撕裂啦。吼、哦，市长，是毋是有哪咱地方，咱不如你今日做市长，你得要求，吼、哦，要求各有单位，是毋是检举案本人无留名、无留电话，迄个毋免受理。咱来做一个明确，属地政局农地违规使用，是毋是人检举？你一定爱留名，你敢检举，你就留名。好，啊，阮政府有关单位就去处理。结果毋是啊，警察局就不是发生这啊，检举人你无在他找啊，你无在他汇报，你安尼你也来受理，气嘛是拢开。好、哦，是毋是咱会当做一个调整啊？我这是良言的建议啦，吼。我请警察局检讨。人甲人中间绝对。社会绝对唔通去输咧这个感情伊啦，真多数厝边完全无亲戚、无朋友啊，拢无熟识啊。吼、哦，你都莫去啊，囥在我厝边，我就袂爱检举。啊，检举的人有可能唔是隔壁，第一个怀疑的就是隔壁。吼、哦，感情的输咧啦，吼、哦，希望讲个是这个检举案这个部分啊，唔忙市长，你有哪来会当交恁市府，咱再团队，大家做一个，吼、哦，做一个解决。做一个妥协啦，吼，用上好的方式，吼，啊，予咱台湾迄种过去迄种淳朴，诶人情义理，哦，会当去存在，吼，安尼啦，我会当拜托是安尼啦，吼，卖为着一个停车，卖着为着一个奖金，啊，着爱互相检举，哦，检举达人，你着知无所不至啊，治安全无，吼，做一个监行车记录器。吼、哦，安尼落规定啊，才等于加起来安检举，安尼就免领奖金。我是感觉应该市长，真卖啦，咱公务人员已经有遐济人啊，咱用咱的公务人员去咧执行就好，是安那就去靠遐。吼、哦，安尼我感觉人甲人的中间真正系无感情。是，吼、哦，安尼好吧。市长，这个停车位的问题，甲拜托你啦，吼、哦。啊，来，一、那个咱，秘书长已经离开啊啦吼，迄阵有倒啊答应，啊伊迄、那个咱迄个新娘迄、那个公衫吼，新娘停车迄块公预定地，吼啊新娘分局停车场哦，新娘分局咧使用交妇女啊妇女会，吼啊即、這个案正式上遐，即个案上遐，啊妇女会我来。我那说个电话呀，好，迄、那个咱这进行了安怎？你打来接手啊？你唔知咁知影这件代志？目前吼，大概就是有妇女会吼，啊加这個警察局做停车场。啊，妇女会，阮有限期伊当刷走吼，啊，不过伊现在是提出这个诉愿。啊，警察局的部分呢，大概阮正一个咧交警察局接触啊，就讲伊有可能爱各位停车的这个需求，所以。大概伫咧抢饭店，分局嘛爱处理掉啦吼。公共设施就公共设施，唔是三新人分局会当使用咧啦吼。啊，尤其我拢伫保安小组长久啦吼，应该交警察的感情会较好。唔过该点的我也爱点啦吼。咱迄公共设施真百姓路边停车，拢警察局咧通开单啦吼。啊，结果迄块是公共设施的用地，吼嘛是停车场用地啦吼。我现在分局在使用，是毋是赶紧规划出来吼？吼、哦、啊，来从迄个周边遐银行遐人啊侪，吼遐机关有够侪呢。啊，大楼啊拢伫遐，但为着一个车位，就爱他妈设一个凳，吼爱在靠骨啊人靠有在了停。
吼、哦、啊无无人拖车吼，拖紧紧，红单开紧紧啦，吼、哦，好局长，局长，你看这个敢好进行？诶，现在阮是有哪做这个停车的规划，这个方向。好、哦，因为必须这阵是拢是有哪大保证，妇女会绝对会当撤退回来嘛，吼、哦，因为迄使用几十年啊。我久啊，真久啊！啊，不过伊今年伊今那个提出数有五十年无，使用个真有五十年个，可能有诶款，吼、哦，对吧？伊一个妇女诶，啊，占迄块停车场用地占五十几年，哦，不合理吧？好、哦、啊，卖为着安尼停车，大家无方便，好、哦，即会去找着即块地是安怎来？就是百姓无在了停车啦，吼、哦，较去找只公共设施，要来拜托市长是毋是来啊规划？好、嗯。我要来开发，较知影讲迄停车用停车场用地，我较伫大会较提出来讲，吼、哦、啊，希望讲会当从同进的速度啦，吼、哦、啊，这个来解决新营中山路，吼、哦、中山路啊，这个停车的问题的困扰啦，吼、哦。至于腾厂迄个公园，吼、哦、公园用地，吼、哦、会当做一个条件讲啦。交通厂当做条件讲啦，是毋是讲迄地搭看过要啊改片，还是要啊征收，搭落实来做公园，吼、哦？迄地嘛吼，讲伫迄个葫芦的边啊，局长你敢知？迄、地，第二公园，现在包括葫芦会迄拢是公园用地啦，吼、哦哦。是毋是讲用安尼赶紧来啊开发发的啦，吼、哦？还是要叫通厂，吼、哦、要改片，吼通厂。来做回馈予地方，吼、哦，即拢会当相定的来方向来行啦，吼、哦。啊，上最重要的嘛，我的构想啦，吼、哦，会当用安那的多发局，咱就无那局咧讲新亚糖厂迄块地，我听着我知影是讲用租的啦，吼、哦，要做动漫园区市场和迄里的六大建设其中一项。迄糖厂，即咱目前去讲讲的条件是用租的啦，我是感觉唔免啦。用租的，咱市政府是负担啦，应该透过咱市政府的条件，绝对有机会啦，吼，嘛有可能通厂来探讨。我举一个咧，就是讲，咱进迄个第二公园用地即块，新亚通厂的，规个拢新亚通厂的，是毋是迄块？咱就是主体区内底，咱来啊做一个改变，吼，来啊做一个变更，吼啊。好糖厂有感觉讲，临港你新亚糖厂动漫园区，吼、哦，你爱无想来回馈予咱台南市政府，吼、哦，用相定的活动来营造这三个，吼、哦，我感觉迄个机会嘛足大啊，是毋是？甲大发局，大家来做一个思维。局长你阿姐，好，今日感谢赵议员吼，诶，这个指教，可能咱会当用台糖其他的土地甲变更啦。啊，因为即地吼是公园用地，通常内政部拢唔肯。哈，哦，啊，但是你若台糖，无一定是伫新营，伊其他行政区伊若要有土地，咱会当甲变更。商业区也是主体区。喂，市长，即今仔讲即个是拄啊好，甲在即是糖厂的地呢。迄地啊，即地啊，我已经倒啊，我好啊。嗯。60年啊，吼，对吧？咱也无要人开发啊，迄个公园用地顶咧，较近也无人开发。啊，咱无在道做，嘛不妨改编。吼、哦，在这个法律上是15年，伊会当申请伊个撤案嘛？咁是安尼？啊，一个公务局长，咁是安尼？哎呀，迄个招员报告吼，迄、那个公设施保留地吼，25栋这个法律部分啦，离迄个80几年已经改掉啊啦。啊，我即先话，有限制偌久？限制偌久？无，伊无限制啦，因为迄个年期啊，吼，已经注销掉啊，所以啊是即卖定的，就是同款100年，同款保留地啊，保用迄个预定地址啊。啊，那招员报告吼，因为这都是计划第45条规定啦，吼，公园绿地啊、运动场的部分啦，来占计划区的10%啦，吼、啊，所以目前的计划区的面积啊，假使无达到这個标准的时阵啊，公园绿地啊，大概没办法来解编啦，吼、啊，但是我这边有咧办一个公共设施通盘检讨的这个计划。啊，迄地啊，迄地啊，我的啊，我祖先放给我，你看我免分哩，啊，用迄地啊，互恁定下，恁唔开发，吼、啊，恁赶紧无恁就赶紧人接。当征收去做公园就好啊，啊，唔是安尼？
用咧暗开发，啊，才放伫遐。哦，也袂当带动地方，你遐公园用咧，和迄个附近的人来遐运动，来遐来遐休困。你看安尼唔做好，你只去里遐囤厂也用围篱围起来，迄块土地嘛是排放单里啊。咁是安尼，好上界重要。咱今日身为一个公务人员，咱是一定如何要让地方发展啊？咁唔是？是唔是发展来白死的领导，拢单坐下就好，拢无必去遐解套，安尼嘛唔对啊。是，哦，变成应该要六七十年，迄块土地肯定也袂当营运吗？啊，了解吼，因为这个地部分啦，实际上是政府这边有咧行通照，有咧沟通啦，吼，啊，但是基本上还没有达到最后哈这个共识啦，好，就这个地部分啊，哎，当继续啊，继续沟通哈，通照地，我那离新业部分那袂少啦，哈，啊，迄个土地部分看安那一个用一个方式啊，来做一个迄个交换，还是迄个位置的迄个交换哈，等等啊，阿伯哈。市政府这边相关局啊，来向同乡去继续来沟通哈。来，好，你阿姐哈，来刷落来。这个咱多发局近日有做一个，伫新寮火车站遐，有做一个地景公园，要做一个目标地景公园嘛哈。啊，是。有嘛哈？是。好，地景公园。要来配合到这个自行车道，敢是？正确，好，是，无对。对，新寮市区骑到吼天鹅湖，啊，无对，嘿。啊，你敢知有中间有断呢？当然，这个阮的构想是讲吼，为这个新寮火车头这腾厂这个地外地啊，当一个这个哈，剃刀的迄个地景公园哈，当做一个中心点，哈。啊，向北啊，迄、那个自行车道。啊，迄、那个地景公园，我即摆在讲，迄、那个自行车道来到三民，中山路到三民路遐是拢铁路局的宿舍，吼、哦，遐都要做啊嘛。是，吼、哦，遐是毋是等于？遐是毋是要做？来进行社区做认领铁道，吼、哦，遐嘛是要做。吼、哦，所以你即、這个恁爱去努力个哦。感谢。吼、哦，要规划的爱去努力个。对。吼、哦，爱去努力个来配合着地景。哈、哦，地景公园，中央都补到钱落来啊！哈、哦，爱好好啊，去啊规划。对，地景公园部分已经有工程费啊！哈、哦，我们大概有超2700万哈，再给他包。嘿，哦，唔过我有发工吼，咱本来五月要施工，要动工，对不对？要发包啦。好、哦，要发包，是不是搁延后呀？可能我們第一屆招標可能那個超上數沒夠、哦所以繼續、哦、現在上萬個在招標嘿、哦不要浪費政府 的財源啦、哦、要好好去規劃因為新寮糖廠未來是一個環境、哦新寮火車站也非常對來說龍湖有夠遠龍湖啦、哦、過去自強號在停的地方人拢讲迄大都市，吼、哦，有自强号停，就是大都市。好、哦，因为无怪过去，阮台南县政府也是台南县政府所在地，吼、哦，自强号。结果你啊，进恁都发局，恁敢无看到讲新寮火车站真正有龙五的吗？停车位也无，迄、那个停车立体停车场也去予人拆，人也拆掉去啊，啊，呾拆掉，呾做歹地啊袂？迄是一个有够浪费的做法。迄、那个立体停车场，伫我的见解，过去是爱挖骨啊挖开，当入去立体停车场，开车技术无好的，绝对车都弄着，吼、哦，所以停车率歹。应该迄座拆起来了，去停到坑南市场，找一个较一个市场，爱用正门口入去，安尼迄阵来停车都乱要停啊，吼、哦，结果咱就当作歹铁也搭袂掉，吼、哦。来刷嘞，咱啊看这个火车站进目前是安尼嘛吼，来搁刷嘞。啊，咱这个这岛南嘛吼，市长你赢一个啦吼，这岛南诶，塔里乌吼，啊，塔里乌火车迄、那个岛南火车站，伊在营造做一个从遐仓库，在营造做一个迄、那个亲子诶景点伫啊，互人等火车诶人吼。有地停车啊，有会当去啊等囡仔下班，等囡仔要接囡仔接送，吼、哦，啊是载囡仔，吼、哦，要去要来坐车，
伊咪当去遐行行，吼囡仔提早去遐行行看看。从新年这个火车站，遐旧仓库，吼、哦，啊来啊，营造好起来，吼、哦，来个啥来来？无啊吗？哦，无啊吗？好，啊来，好、哦、市长，我一个重点啦吼、哦，就是火车站来配来结合着你的六大计划，新年登上动漫园区，吼、哦。这个动漫园区绝对是咱台北，绝对是阮新营，吼、哦，会当复苏这个啊，这个人口的，吼、哦，上介大的关键，吼、哦。新营糖厂迄个是工业用地，咱要安怎来利用？万不一，咱也无脚步较紧的，万不一迄块地单互生意人买去来做工业，啊，我来讲新营。吼、哦，包括你入来啦，吼、哦，安尼来讲，绝对啊，咱对社会啊，对这百姓会交代未起。哦，跟两点甲赵议员说明吼、哦，第一就讲新营糖厂啊，因为过去的董事长吼、哦、算非常消极啦，啊，即摆政党轮替，我相信有一个新的局面，吼、哦，啊，当然是政府会积极参待糖家啊，过来研商，吼、哦，按咱原来设定的这个目标来进行。那第二呢，就是这个火车头吼。哦台南市政府现主席的规划参加赵议员的规诶迄个想法同款，啊不过伊个仓库吼，迄、那个代替已经租予别人，咱即摆有咧介接续讲吼，是毋是有法度通即个租期结束，也是要安怎来做一下完处理，啊，互咱台南市政府吼会当参代替来合作，啊，朝这个他里物这个目标吼，都、就是赵议员他建议这个方向来进行的，啊。真正啦，火车站要停车位啦吼，规八点过，规个火车站消弭，吼、哦，真正爱可怜啦吼、哦。啊，咱都发觉啊，一定要较用心的。过去我到外交通部长来，我有达建议来利用无所在做停车场，来利用后火车站，吼、哦，我拢有讲过，利用后火车站做停车场。啊，用行的经过地下道过来市区，吼、哦，这拢会当来做事宜的物件。我希望讲恁这公务人员爱较有心嘞，吼、哦，卖个好心尔。你看人一个塔里木，吼、哦，高阳人迄古城口会当做个遐尔啊水，吼、哦，我嘛听讲，嘛阮心尔这个古城口。嘛有去比赛第一名的呢，好，现在都有做一项物件，嘛是有入上呢，好、哦，结果无人知影，无人知影，好、哦，咱来浪费在遐不合理，希望讲配合地形公园，好、哦，来营造新的糖厂，啊，那个火车站来结合着临港这个动漫园区，咱市长有讲，伊绝对足乐观。好、哦，尤其新政府起来，伊对这个动漫园区绝对有信心嘛？市长感谢呢，有信心无啊？对这个六大计划，积极来推动啊！啊，我拢积极来推动。啊，近期到底文化局咧主导还是多发局？啊，文化局。文化局。实际的内涵，实际的内涵是文化局。啊，都是迄个土地变更各方面，当然文多发局来协助啊。好、哦，真正啦，多发局你也督促我搞啦，吼、哦。哦，咱过去的飞都的土地，这个石鼓园区啊，交这个，咱台南这个都会公园，过去这个飞都的土地都会当搭台糖的起遐个土地来做公园啊，吼、哦，经过哦飞都就会当来做，啊来营造迄个石鼓园区，吼、哦，来接受着机密博物馆来伫这都会公园，你看安尼起来。加糖厂，伊嘛无损失啊！进糖厂，我讲个啊，因适当就快着回收啊！吼，因个土地的净值已经造出来啊！所以我不希望讲多发局，要去交糖厂，讲用承租的方式。过去承租的方法已经唔对个，咱消融啊，交消融分区，吼、哦。迄、那个糖果节为了一个糖果节嘛去承租啊，结果咱台南市政府进一回就交偌济钱？上有资料，这个消融啊，消融园区进一回就交偌济钱？
几多？租金呢？嘿，租金大概将近28万左右。一月金28万，啊，今仔个有咧使用？有咧使用。使用啥？已经嘛。不，你们立马转转到当议会转转到，叫阮委员哥去看糖啊。会使会使，进萧罗文化园区哦，不但是展览，伊嘛是进咱啊文化部指定的这个国际艺术村，已经办理第三档。哦啊，所以进每一档拢有足侪艺术家来这个所在进驻啦吼。所以今已经是台湾非常重要一个国际艺术村当代艺术展现的一个啊展览空间啦咧。嗯。哦，啊，因为即届2206地档吼地档，好啦，我收集。啊，你那市长你有听嘛？就28万拢爱付租金嘛？啊，遐根本放伫遐啦。吼，啊，毋捌无人嘛，可透过文化局来办一个好啊大型的。吼，啊无啊啦，单就为即个交28万，吼，吼，伊原来拢持续运用啦，伊无闲置伊啊。对啦，你会感觉、哦、感觉你有咧用，啊，阮的百姓都感觉那像糖啊糖果节办了就无伊啊，真好玩的感觉就是咧立足金尔，所以我今日拜托市长，都我叫唔能够去做迄个工课啊，吼、哦，用咱的技术，吼、哦，用土地换地方式来做，来处理掉迄个动漫园区，吼、哦，市长。好，非常用安尼啦，吼！哎，肥多的土地都会当做啊，就是土地计土地来的土地，你看计得无同款啊？是这点，我来按赵议员的建议方向来进行。吼、哦，吴局长是讲啊，讲这同辈不必用的啦，我唔免得安尼，还无放较紧嘞，不如见面，咱就啊讲条件就。咱这块吼，碰到困难，除了头头我说明的台糖当时长较保守以外，就是讲因的计算，就讲迄个计数，哦。因的迄个土地的价格计算的标准无同款啦，因吼算较足悬，啊，咱台北市政府都发局算的吼差足济，啊，所以安尼时间啊，做我讲，迄个，因为你后放迄个卫生局，迄个报告新闻一地好啊。你啊，反正市长，这电视安尼报啦吼。就真正人心惶惶，哈、哦！我想唔知卫生局唔知敢知这件代志。恐怖的外食有哪些？第一名大家肯定不意外，就是汉堡、薯条加可乐。汉堡、薯条这些东西，一旦节嘛，肉品的制品，然后再来就是 cheese， 然后加工的肉，那这些混在一起，当然是，那也就是说又提，对它本身其实就是。香喷喷的炒饭配上贡丸汤，看似稀松平常，杀伤力则是卤肉饭加上鱼丸汤。炒饭的话，你要把它炒的粒粒分明的话，你的油脂含量是要非常高，才有办法不粘。那拉面的部分的话，因为大家经常看日本的美食节目，也知道这些烹调的方式，它常常需要豚骨各方面的一些长时间的熬煮。那当然，它有可能造成盐分的浓缩，变成是一个高盐的一个食物。好吃的卤肉饭一定是以肥肉为主，那个瘦肉一定是比较少的。那如果说瘦肉的这个卤肉饭的话，你一定会想办法。这咱台南啦，哈，这可能这个问题对咱台南冲击很大啦。反复的这样烹调可能不是太理想。还有被视为黄金组合的红烧牛肉面加酸菜，恐怖指数也不遑多让，名列第九。局长，这份新闻你有看无？我有看哦。你有看？你真看还是真正你有看？我本来就看过呀。你有看过？你敢有在台南市有来做一个反应，做一个回应？我想这是媒体下的标题啦，哈。好。啊，媒体，你讲我既然媒体，啊，你的专业，你爱在台南市民讲啊？你敢知啊？复兴八色饭，人条减好三成，大家惊啊！咱拄好看到讲一寡专家讲的意思，伊并毋是安尼啦，吼，伊是讲伊若有食些物件，吼，毋通食高一味啦，吼，啊，有的所在真正盐分较大，你若有较特殊的像高血压的病人，不适合长期。好啦，你我今日交你讲的，你毋免去甲我讲。所以我知，你这你平常时就爱做啊嘛。我平常时卫生局对平常时爱讲，怎么健康吃，快乐爱搭百姓讲来。但变是讲啊，食啥唔通配啥哦，这较重要。是，你知我今日讲咱台南小厝家人啊济啦，是这份新闻报出来，会影响到咱这
这生意袂啦，啊，影响到咱个观光客袂啦。最主要还是少盐、少油、少糖，即款平常时都咧选择啦。我即摆都安尼，你看到新闻啦嘛？有我看。我得这个机会，好你，是，好，好你安尼，咱继续宣导啦，我咧继续宣导，好，多谢。这真正非常对咱台南一个冲击，是，好，几啊间拢咧做这个小吃诶，啊，拢咱台南名诶小吃真正有名呀，好，啊，唔通为着这，好，卖哦，这个新闻。好、哦、啊，来打人，打人破坏，应该过度去解读这假面。哎、哦，绝对你要回应嘛，不你都我们有交回爱回应啊。我们有新闻稿去做回应，但是这个东西有时候没办法上电视媒体，都想移完。好、哦，主席，啊，这恁台南这你嘛有要表示啥无？这恁台南的大代志呢？我想那个这个对台南美食业来讲哈，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希望说卫生局哈能够慎重其事，是不是搞为公口卡清澈？你刚才问你的这个迄个新闻稿，可能我们有一些民众他遗漏了，没有注意到。是我得利用各种方式哈去宣导所谓怎么聪明吃快乐动了，因为健康少油少糖的这个因素哈元素是我们应该日常进食的一个很重要一个方式啦。好，大家以完呢，好啦，好。来，这个我顶讲吼，我每一届定期大会都拢一定爱讲的啦吼。好，市长，啊，我知影你有那听甲不已经不耐烦啊啦吼。不会的。我阿哥带你坚持，搁用过去迄种方，搁安尼坚持啦吼，我咱会愈行愈远啦吼。因为你为着你的钱，啊，我为着。我的选民，啊，为着阮地方要发展，吼、哦，所以咱的系绝对有冲突哩啦，吼、哦。啊，我总是我嘛一定爱去讲，吼、哦，为着减税外顶讲，咱大家都拢安尼讲，文化局因嘛拢安尼讲，一定爱风华再现，吼、哦，绝对嘛有空间，有机会风华再现。好、哦，市长你也坐啦，我是用安尼讲，文化局，你有咱进咱消防局。要起一个小一个分队的厅舍，学地基学的是学着啥？近已经有出土这个史前的这个遗物着，啊，近已经啊有上这个抢救计划书啊，有经过审查，也是。好、哦，市长你有听呀？吼，你看，兼我讲，真正有可能是一个遐济。我讲，即个我听讲，周边绝对有足济。过去人遐先人所留落来，吼、哦，会宝贝啦。你看一个消防分队要去遐学一个地基，竟然去学着遗物古迹，吼、哦，拖来停工。所以我拜托文化局长要来营造这个啊，我停工要防华，这背景一定要去遐找出来，吼、哦，背景啊。叶局长，我一直在强调，这背景到底是有迫害，还是代理土地？咱文化局是毋是较用心呢？既然有这件发生啊，咱赶紧来啦，找迄背景去啦。我已完报告了吼，市长有指示啦吼，有文献委员会有指示，针对这个历史吼、历史的场域的部分哦，爱落去调查，所以唔定是决定干这八件。对啦，你唔系讲我做在，你讲我一在，我都讲遐侪年，你都要做啊！你这个阿公，你委托台南大学吼，要来开始做一件代。无采你带一点水人啦，真正啦，恁爱卡下啦。吼，迄背景都赶紧推出来。我老领导，老领导去敬年呢。做一个遗址。老领导遐六百啊，吼。八家老村六家老，除了老领导去敬年呢，吼阿村咧都无差别吗？拢会今天去看待啦，好，好不好？无你着交，快要交予对一个单位，对一个单位去来斗协助啊。总是免讲，你文化局管得当起来。文化局有咧处理啊，嘿，是。哦，有啦，吼。啊，来，遐济，来这个水头水尾，哦，这个水大众庙，这个公山，这个公用地，吼。因为安尼交水利局，那局长、市长，我去讲一届吼，我交。交局长吼，真当成新秘书长啊吼，遐济啊，即摆都彭少博拢知影，彭局长也拢知啦。即我坚持一件代志，已经有那几啊年啊吼，啊，逐年都拢安尼带领督促，啊，逐年都交恁当面做带领吼，用古正的啦吼，安尼嘛是拢无一个结论啦吼。
迄、那个水，迄、那个大将庙，迄条沟啊，真正安尼有生活灵感吗？局长，主要就是讲，伊伫迄个大众庙遐头前迄块，拢是公园的用地啦，吼，所以拢私人的啦，对哇？对，在照这个定数，可能爱都是计划定数吼，已经拢为这公园，爱所以爱未来可能爱征收，可以当取得这个用地。真正啦，吼、哦，哎、欸。有撇车无撇车，我相信恁这个团队吼非常的清楚啦。啊，卖为着你，如果啊为着你甲我，咱两个的心结，你唔做，我乃认。唔过可能兼水人袂认啦，吼。迄个当时迄个码头，吼，今嘛佫看起来迄个窟仔形嘛足水啦，吼。啊，剩迄条沟啊无做，迄条沟啊无拓宽，因为无土地。好、哦，我话拜托秘书长，伫龙尾仓库迄条沟仔遐细条，是毋是来看边仔遐敢是国有财产局的土地，还是龙尾的土地？吼、哦，咱赶紧来来改善，吼、哦，好不好？伊就水头啦，吼、哦，水头你有倒答应的，吼、哦，你嘛有交我讲的，就是讲水头迄、那个公十八，吼、哦，公十八遐开始要来叮当。过去为着八只鸟啊，菱角鸟跳伫遐，安尼刚工程延迟两冬，好、哦，感谢呢。这个大家完报告哈，即马咱月亭港沿线的这个水域，我们会再做一个地级的清查。啊，那是属于公有的土地，也是过去已经有征收，啊，还未开辟，咱这列为优先。那是安尼来，让迄个月亭港的迄个水域，更加的这个宽广哈啊。啊！唔，大将庙你也无征收，你都无可能托管啊！你看，也做水大将庙庙埕都拢是水啊。往上游遐吼，往上游迄部分有征收的，已经有征收，也是讲是属于公益的。啊，咱会使即个部分。你咧讲迄公十八遐就对啊啦。啊，即马下游遐都因为遮呐征收都爱相当多的经费哈，这个确实是伫顺序上会比较困难。市长为着即地啦吼，恁两个决定遐济。为着这个啦吼，遐济啦，去这个选议员的时阵呐，足济立委拢去背书啦，拢去候选人的台，拢讲啊，月亭港这水头这已经向环保署讨经费啊，吼、哦，要做啊，结果较近几年啊，吼、哦、无啦，吼、哦、政见归政见，政见啦归政见啦，吼、哦、事后也是无啦，也是咱台南市政府家己努力啦，吼、哦，敢毋是安尼？大家讲个分配尔啦，吼、哦，为着选票，伊咪当怎？因为咱管也无底看公文，吼、哦，啊，结果真事实验证落来，就是剩你，咱秘书长伊过去的努力，吼、哦，伊拍伊咧拍拼，去咧讨钱，吼、哦，竟然为着八只鸟啊，咱和迄个野鸟保护协会，大人做多咱个工期，吼、哦，即卖八只鸟啊，证实都无伫遮农业局。农业局竟然拢无咧回文的啦！我逐讲，你爱赶紧联络野鸟保护协会来看迄八只鸟啊，正确有伫啊无？赶紧逐水利局讲，拢无啦！哦，这拢唔对的啦！吼、哦，这规个定数拢爱农业局管，交野鸟保护协会有咧联络的嘛？吼、哦，是毋是安尼啊？局长，公务局长，这个大奖庙，这个吼、哦，是毋是讲，互我拜托今年吼找钱？啊，来来征收，和这条月亭港配合这个水头，吼、哦，规个来来完成，干好，和我拜托干好。这个大将庙这个公司吼、哦，公司吼、哦，大概过起来才要5000万啦，所以阮会跟来做评估吼、哦，看财源的情况来评估。好、哦、好，啊，这个西门路遐一个26公尺，一块地放伫路头。那无人做点啊家，私有土地是不是？那拜托做伙来处理。100公尺已经100公尺是百姓拢同意、邓同意输出来啊，剩一户起来做个土地240。再给一分钟。这个他100公尺的部分哦，因为有邓同意输，所以做好啊。好，遐做好。然后这个20几米吼。虽然是20几米，但算起吼，你征收费用才2000万呢。无啦，240万啦，240万，迄二十六公尺有可能遐济钱吗？
目前我顾起是资料是安尼啦。啊，今仔地价偌济？无啦，应该唔对伊吧？反正我个我搁再确认看卖。恁的资料好，我是240万啦，240啦，迄个一百公尺2400几万啦。哦，你较贵个啦。我这个评估。一间厝，我伫污水处理电话边啊，拄啊污水处理电话边啊一条巷，一条道路袂当入去。如果那些住户过来围墙啊起来，咱人工办电话，你看伊价值袂？真就是讲有可能。就是以地政署来讲吼，一条路内底你干那咧征收一块啊吼，你其他无征收，伊有哪拢袂同意啦？哦，啊，咱老六嘛，人啊，同意书搁准备好你，人啊，同意书拢要切给予人，你看人变成啊，讲要寄付，安尼啊，搁袂使，啊，着搁有政府安尼白死个。好。那个谢谢赵坤元议员哈，那今天也特别感谢赖市长和秘书长、各局处首长主管的列席，感谢新闻媒体各位好朋友的采访，以及本会各位同仁的出席。今天上午的议程就到此结束。